叫，我是阿牛。海上清洁工啊。那么，叔叔捡了很多垃圾放在这里。这个叔叔好人啊，你看，把这么多垃圾全部捡起来，就给了一个拇指。好了，我们去赶海。今天带了我同学过来赶海。大家好。还有我弟弟。也过来晒着太阳，你看今天太多人了，看到没有啊？人山人海啊！不知道我今天可能又有捡石头回家了。走啊走啊走！找了一下没有，应该是人家捡过了，看到一个小小，不要了，你再去那边。这里发现很多螺。这里给我的同学捡，我到那两个石头那边，有很大，它都变了。有点快啊，你看到半个小时就捡了两种的千岛螺，我还敲了那个长浮，还有捡了很多蜡螺。好了，我再去找其他东西。这边我再找一下。哟，够够够够够，赶了一个螃蟹出来！哟哟哟哟哟哟！哦，嘿嘿，哎呀，石头蟹。这里面有宝贝哦，当当，耶、还有很多个哦。你看，它一般都是藏在这个石头缝底下的。当当，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出来啊！我这里煮了那个米饭，我就等着你来了。这里面又有，哇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大。有有，好螃蟹，螃蟹。这里面全是宝贝的。哎呀，这里有个妹子螺，哦，跑到里面去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个，哦，一个，哇，漂亮。我还有那个青草螺啊，这么大。那边还有。刚才那里一脚过去就勾了那个脚，不过不是很厉害，有一点点的流血，所以来海边一定要注意，要不你想玩只能是看我玩了，请看他在沙滩玩手机了。又有螃蟹，你看他那个水柱条了，全部跑出来了。这个石头蟹也蛮大的。
要把它打断。我们那个石头缝里面那个螃蟹大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抓它出来。没有，那还有其他的吗？金羊还有这些东西。哦，出来了啊！啊，这么大！漂亮啊，你看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石螃蟹，哇，爽啊！那个角落那里要有一个。好了，一手抓一个，好开心！你看那边，后面过来玩的，也抓到螃蟹，哇，麻雀！哪个？干嘛夹到了？夹到不敢放手了。夹到不敢放手了，那螃蟹夹到不敢放手。我跟你。少抓就没有一个了哦，这个哪个带包的？这里全部是它那些软的，把它放了，所以这个就盯着放，给它放。这里又有一个，当当，不过这个太小了，不要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最开心的赶海员。到了，哇！来看一下，哇、啊哦！又夹到了，大风扫啊！你看，龙虾都给它摸到，厉害哦！抓到了，对啊，那条龙虾人家抓到了。如果是我抓的，我就把它放了。太小了，没什么用。不过他们小孩子，比较喜欢，拿来玩，反正开心就好了。抓了一个螃蟹，今天大风沙，好了，去看一下。这些朋友过来这边玩得很开心啊，今天大对头，很多东西抓。这些朋友看着都喜欢啊，你要吗？倒一点给你。想吃吗？倒一点给你了，有袋子，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下那么多。快一点给我吃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哇，倒一点。放一点给他们，我自己讲太多了，回去也吃不完。老板，你的不要拿了，等一下夹到你了。来，那不是很这么老给你？海胆要不要？来，你要海胆啊？要吗？拿回去吗？拿几个吧。我就来这里开心就好了哦。那个千万不要给他夹到那个。爆棚了，好，讲太多了，放了一些给过来这边玩的朋友，他们也很开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放讲到这里，祝大家生活愉快哦！还是那一句，生活总是美好，爱你们，拜拜。来过了，这里再见哦。回家。太棒了，我很激动。给一个给你。拿来，我还要两桶的。这不是我赶海的。我给你了，再买一个，上一个抖音，上一个抖音。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开心就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开心啊，你看。他刚他老婆，我理他们过来玩。